同学们，今天请来了两位警长，给我们上安全教育课。太好了，警长要表演防身术吗？还是表演射击呀？同学们，今天来跟大家讲解如何防止拐骗。又不是三岁小孩，怎么会被骗呢？警长太小看我们了。哼，有这个必要吗？警长，打一下吧，还是喜欢看搏击呀？呀，嘿。大家都知道，骗子们非常狡猾，他们一般会用三种手法欺骗你们。一，利用贪吃或贪玩来诱惑。二，利用爱心来引诱。三，假借权威来诱惑。骗子非常狡猾，必须保持警惕，不要随便和陌生人说话，不要接受不明的东西，更不能跟对方走。如果真的遇到坏人，千万不要正面对抗，要找机会逃跑，立即报警。简单嘛，干嘛费心宣传？是啊，我们都知道。如果坏人遇到了我，我会擦他的脸。哼，有爸爸保护我，我才不怕呢。哦，有钱买糖了。哎，没开吗？嗨，你来买糖吗？糖果婆婆生病了，今天不卖糖。我还想买飞天糖吃呢。我知道另一个地方也有飞天糖，就在那边，我带你去吧。跟我来吧。一，利用贪吃或贪玩来诱惑，骗子会利用食物和好奇心引诱你跟着他走。在这儿呢。你是？啦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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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啦。啦啦啦啦啦啦！老奶奶，你这是怎么了？小朋友，我好像迷路了。你要去哪里呀？我不记得了，好像是要去森林。森林在那边。在哪儿啊？小朋友，你能带我去吗？好吧。走。二，利用爱心来引诱，骗子会装成问路的样子，把你们带到陌生的地方。慢点儿。爸爸，爸爸，加减乘除。他们都去哪儿了？花花，你是花花吗？快开门。你怎么知道我的名字？你是谁呀？我是你爸爸的经纪人，你爸爸要去做明星了。真的吗？太棒了。三，假借权威来诱惑，骗子会假装是你爸爸妈妈的朋友，甚至能叫出你的名字，骗取你的信任。好闷啊。他们怎么都看不到人了？不是说好了去广场玩吗？嘿，小朋友。吓我一跳。嗨，小朋友，吃糖吗？我要。等等，我们不要。这是普通的糖，没事的。老师说了，陌生人的东西我们不能要。等一下，你又想怎样？带你们去个好玩的地方，依依、花花、小强都在那儿呢。依依和花花都在。是啊，一起来吧。你怎么认识依依和花花？我是他爸爸的朋友啊。那你为什么戴着面具呀？这个嘛。快跑！别跑。
右边 Q， 快变成滑板。快开车过来！追！今天的天气真……警长，有坏人！你快追！前面的车给我停下！停下！不好了，警察来了！甩开他！追上你啦！啊，追上来啦！罗哥，罗哥！你怎么停下来了？红灯啊！你们快去包抄他！啊，罗哥，前面呐！不！右边 Q 被抓了！快追！罗哥，等等我呀！这边，罗哥，怎么办呢？我们快跑！不用不用不用！终于追上你们了！罗哥，我们被包围了！愿望之蟒，快让卡布变成一只超大的恐龙，收拾他们！好，让卡布变成工具吧！快说，我的朋友们在哪儿？干得好，罗克。警长，快把几个坏人抓走。等一下，听我解释嘛。回警察局再解释吧。我是国王，国王，国王。你是国王，我还是皇后呢。带走。等一下。爸爸。因为你们不把防骗当回事，所以我们就搞了场演习。原来是演习啊。是啊，也是测试你们面对坏人的应变能力。我宣布这次演习的成绩，
花花、小强、依依不及格，你们太大意了。编程猫差一点上当了，勉强及格吧。只有罗克一直是最警惕的，也是最勇敢的，所以罗克是满分。那么帅的国王，乔装也不像坏人。真有我这样的坏人，不用乔装。缪克，你干什么？我帮你乔装，要加蛋还是火腿肠？包饼博士。缪克，你。罗克他们差点被坏人捉走了，还好只是演习。这次就来说说如何防范坏人吧。不要跟陌生人走，不管他给你多好吃的东西，不要给陌生人带路，让他们问大人去。不认识的叔叔阿姨却说认识你爸妈，他们可能在骗你，不要信。遇到坏人要找机会报警求救，不要正面对抗，因为连罗克都不是他们的对手呢。注释是用在源代码终结式代码的功用，可以增强程序的可读性、可维护性，或者用于在源代码中处理不需运行的代码段，来调试程序的功能。什么？我听不懂。外面太吵了。我测试几段新的程序代码发给你，但是还有一些注释要先了解，之后就可以用它来修复愿望之马。知道了，那你快给我讲解注释。不好了，我们被怪兽袭击了。啊！源码世界被袭击了，马老祖，你快回答我呀！马老祖，你快回答我！怎么办？源码世界到底发生了什么危机呀？被袭击？难道是？不行，我一定要回源码世界。怎么回去呀？愿望之马不是还没修好吗？猫老祖刚刚给我的修复代码，我想试一下呀。还没有讲解注释，不可以随便尝试的，这是猫老祖说的。管不了那么多了。 UBIQ， 把猫老祖给的代码传送过来吧。啊，这么多代码。那是这样还是那样呢？喂啊，罗克，我们来找你玩啦。你们来的真不是时候啊。为什么呢？事情就是这样的。原来是这样啊，那编程猫能搞定吗？成功不成功，成功不成功。搞定了，也不是很难嘛。成功了。问编程猫。让我再修改一下，你们坚持住啊。编程猫快点啊。不好了。这样吗？还是这样呢？不对，应该是这样。编程猫，好了，就这样吧。这一次没有问题了吧？我们来错地方了。罗克，你们家的电器变武器了。编程猫，别玩了，快取消编码。我再修改一次。
不是，你看，跑来跑去好好笑啊！你没有听到吧？这些代码可以修复愿望之马。变成猫都搞不定，你能搞定吗？哼，你给我等着瞧！一定要成功！我也来。米欧卡，别捣蛋，看我的！终于停了。又是什么情况？快去追！在那边。没事，但是得想办法摆平挖土机。啊，罗克，用卡布工具来阻止挖土机吧。得把它的电源关掉，应该可以阻止它乱撞。但是现在谁敢靠近它呀？所以我们要先把它定住，不要动。啊，有办法了！变成猫，我需要卡布们变成一个泡泡糖大炮，用泡泡糖粘住挖土机，我去拔掉它的电源控制器。好的，卡布，让卡布变成工具吧。变成喵数学棒，万能的工具。变成喵数学棒，卡布真神奇。卡布棒，卡布圆，还有卡布锥。变成喵数学棒，卡布喵喵喵。卡布棒，卡布圆，还有卡布锥。卡布圆，卡布锥，还有卡布棒。变成喵，万能的工具。要不要 Q？ 大家好，我回来了。啊，猫老祖，原马世界没事了。原马世界有什么事？你们不是被怪兽袭击了吗？我在打游戏，里面的怪兽好可怕哦。先别晕，我们这里还有大麻烦呢。什么大麻烦啊？我用了你给的代码修复，但是失败了，现在怎么办啊？果然又冲动了。
我来讲解注释，教你怎么样复原。看好了。我知道了。今天让大家虚惊一场，下次再来玩吧。变成猫，做事要量力而为，不要冲动逞强，记住了。对不起，是我太冲动了。那收拾房间的任务就交给你了。米尔卡，你看到了吗？我们对愿望之马进行的编程是可以产生作用的。你是说隔空打牛的功夫吗？怎么样，神吧？好的好的。怎么了？编剧来收取入费。不给。今天要说的东西很厉害，就是逻辑运算。在计算机编程中，逻辑运算通常用来测试真假值。最常见到的逻辑运算就是循环的处理，用来判断是否该离开循环或继续执行循环内的指令。英国数学家乔治·布尔在符号逻辑运算中的特殊贡献，这一逻辑理论人们常称它为布尔代数。很多计算机语言中将逻辑运算称为布尔运算，将其结果称为布尔值。